我现在的话推荐就是这一本的外文书。那它这一本的话，它其实就是一个灯塔的意象，来了一个守门员。那守门员呢，他就是替了这个座灯塔添了新的活力，然后帮每一个船只照亮他们的航道这样。然后这一本的话，它其实灯塔的一天一样也是灯塔，那它是全部都是，它是在地作者林传忠老师绘画的，那它全部都是无字书，它是透就是全部都是无字书。那它透过灯塔从清晨开始，大船入港，然后有一些灯火的部分，然后照明之后，然后慢慢的就是天色渐渐亮，是有一些孩子也出来了，那它透过颜色的去变化，然后去让孩子了解说，其实在灯塔的一天它是怎么去做呈现。那你看，这里就是大船入港。妈妈讲故事的时候自己配音，其实我觉得不太需要。其实透过就是亲子阅读的时候，其实孩子看的细节一定是比大人还更有趣的。